哎，怎么了？地震喽！古拉多出来喽！古拉多爆发了！哎，好酷哦！以前的红宝石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。大屋。海光柱。一二八三。是个女的。面背对着。背对大家。对。超不合群。大家还跟大家讲话。孤僻。赌灯。哦。光。奥森。七百二，不，七十二 VS 一万八，打雾一万八嘛？是你 ，Lucy 桑，莱文，惠斯斯史仙，加行，好，连，哦，这是大五的家，哦，原来他住这啊，怎么这一张床，加持。世界少状况整理，先地鸣耳报音，深海蜜蜂印结，幺八半水道，奥森太古西封印，超古代 Pokémon 沉睡，海底洞窟入口封印，二姐，超古代复活自分，超古代 Pokémon 去把它抓起来吧。好长哦，到底在讲？我嘛不知啊。哦，秘技七，爬瀑布吗？瀑布吧，还是潜，还是潜水？以修你哦，潜水啦，潜到海底的。哦，嗯，这招就不用给海光学了吧？给海光学感觉会浪费技能格的，对吧、啊？找一只没有用的水系神鸟贝来学。耶，我好有用啊！所以之后就是一二八分水道是吧？整个档，好啦，就是看什么时候一二八分水道就对了。好啦，这边先到这，就抽奖。抽奖，我已经把十二月十二号的名单全部都记下来了。抽奖，抽奖，等一下，等十二月十二号我还没填啊，来不及啦，科科，呵呵，科科。填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？对啊，超什么奖？就写哦，来不及了。我怎么都不知道？完蛋了，科科。那我现在名单我已经记好了，就是十二月十二号的时候的名单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奖。先马上去看。什么抽奖？我也不知道这回事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两只特点呢？对啊，特点啊。我先把我把那两只的照片拿出来，好，等一下。想看。哇，那两只特点啊，那只娃娃公仔。不像，确定浏览。我找一下，我记得我有拍。啊。嗯，我没看到你。这张是哪？我找一下图片。很久以前的贴文嘞。真假的？呀。哎。你干嘛抽？找不到呀，我要另外在那个了。抽奖，而且他们是放在袋子里面的，我连开都没开过哟。哦，新鲜的哟，新鲜的哟，新鲜的哟，对哟，没有开过哟。什么？我去魔王刀锋，我已经滑到九月二十一号了，还没有，最近而已啊。在哪里、啊？你去看照片比较快啦。照片、好大、喔，照片，我贴到那个，我贴上去了。天，啊，你贴在哪里、啊？在实况上。哦，这样。直接怒贴在 Skype 给你们看。好看。要抽下面这两只。哦，有印象。哦。我也要一只，哈哈，这样观众只剩一個。哦，有了有了。那我也要一只，那样观众就只有桌子了。好坏啊！你们怎么给什么？排列，我可以抽桌子吗？那我还要抽桌子。水瓶这种要抽这两只，对啊，还会有我的卡片跟什么？跟你的手。可是你画的卡片很丑哎、欸。丑又怎么样？
你不会想要吗？你会吗？还好。啊，我的名单都在这里了，可是我不能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，我该怎么？就可以说不要抽了，我要一只。有问说那个东西 Lucy 会舔过吗？全部都舔过了好吗？它整个放在嘴巴里面含的哦。那更好了。我要怎么遮住这个东西，遮住他们的名字啊？这边他们想上电视，不用遮了。啊，不行的。你是用 Excel 表单吗？名单我已经复制下来了，就是全部都在这里。可是你是用 Excel 表单吗？我用 Word。对哈，用 Excel 就好了哈。Excel 可以拉那个，然后把前面挡，把后面挡住。傻子，对呀，好聪明哦，巧克力。嗯，那我爸还没烧坏。对呀、啊，还行还行。Excel 在哪里啊？Open Excel。哦，原来是双胞胎那一个的。阿静出现哎、欸。是阿静有吗？他在那个静静。他说他回来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静静，哎、欸，我把他说这样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了。跟他讲啊，说吃意大利面，把他进来。黑底，恭维。巧克力，我抽到一个东西，超屌。嗯，抽到什么？抽到一个什么什么法杖，要80个碎片。好了，你没有寄货系统，不然你就可以寄给我了。80个碎片、欸，我看他都傻眼了。然后我就直接免费抽到一个。好，完成时装截取，我也不确定。可是目前没有人可以穿它。那是给谁穿的、啊？蓝宝石法杖，好像是修补的局。最终，反正到时候很多人应该都会去了，都会去了。Hello， 为什么没出交易系统呢 ？Hello， 阿牛呀，抽奖吗？为什么？是阿进。我的 Excel 截出来的东西很奇怪。还有在开台吗？有啊，在开台啊。有看到了星系名体。对啊，为什么没办法截出我要的东西？为什么愚人守卫上局之后还要穿魔王刀锋啊？上局之后。上局所以愚人守卫上局之后要拿刀锋，那其他的也要上局吗？欸、哦，等一下，他每一只都可以上局啊，没办法截取，这么好，为什么？没办法截取画面呢？哇，那我要再想别的办法了。为什么我的 Google 截取桌面就好了？干嘛截取画面？桌面太多东西啊，会被看到不好的。哎，你把它放最大不就可以了？啊、我用笔记本好了啦。哦，你就麻烦了、欸。叉叉用笔记本，然后把它缩小就好了。我今天穿了人生第一件橘装。我以为你要说，我今天穿了人生第一件毛衣。笔记本也不能。我以为你要说，你今天第一次上局。还没啊，谁可以上局、欸？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上了会被打。可是之后就可以一堆人都可以上了吗？对，大家一起上，要被打喽！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还是感觉为什么 Excel 不能截取啊 ？Excel 为什么不能截啊？截取视窗、截取游戏都试试看。嗯 ，Excel， 等一下，我再开一次 Excel。Windows Office。可是 say off 决定。我的 Google 打不开，这什么巫术？我重开机一下。啊，你把它放到那个 Google 表单上就可以截了。Google 表单，等一下，那个也是 Excel 啊。嗯，没有，可是我是要用到 Excel 的功能。啊？我要用到 Excel 的功能，那个就是 Excel 啊，那个 Excel 的功能上面都有啊。等一下，你一定没有用过。嗯 ，SP4， 这样我还要再截一次 Google 那
太麻烦。PS 四，我的。游戏截取可以截 Excel 吗？欸、可以耶，为什么？是我的。我的。妈妈的。我的妈妈的。妈妈的，你干妈妈？再讲一次。视窗截取确定。繁星说鱼干妈妈，嗯，是繁星讲的。你摸我，关他屁事哦！对啊，为什么 Excel 只能截这些有的没有的，都没有我要的东西？哎、欸，熊猫互丢帽子，机体不够下来嘞。对啊，我一直听，因为他要接住对方的帽子叫停下。我就看我们两个互丢帽子，交换一下，然后两个人都停下来了。不然可以想说终于可以互靠了，因为没有互靠。互靠。Yes。建立，看能不能弄成 PDF。哎，可以，PDF 可以。可是 PDF 没有编号哎，我再弄，我再加一行编号好了。编号要怎么插入？嗯，一，然后。对啊，你用图档其实也可以哈、嗯。我现在就是用图档，一共有249个人，好少哦！你看你们这些人。哦耶！居然开始怪其他。会出。对啊，只有一个人啊，那就是我。快点，快抽奖！好了。我也不开起来了。视窗截取确定，我也不。哦，有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不假。那、哦、我还要再开一个 Firefox 那个抽奖的数字是不是、啊、你有抽奖那个吗？软体。软体吗？我用网页的就好了。就黑了啦。随机数字，你这马赛克也打太大片，比名字编号还大。什么？这海苔有够大片？超大没有啊，那是 Excel, 也萤幕破图啊、哦，那是 Excel 弄的、啊。你萤幕破图了，我可以把右边遮起来。我们要求所有姓张的都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中奖。”所有姓黄的都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中奖。”什么东东？完全没有辨识度啊！完全没有辨识啊！谁知道？没关系啊，我知道就好啊。他们一点观众都自以为自己中奖啊，结果没中。啊？不啊，我中奖以后，我再把他的那个再念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？嗯。是有人就是不想给你念呢、啊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，就这样。我可以慢慢往下拉，你应该。他的顺序其实我不知道啦，对啊，就是没有放出来，我有。嗯哼，为什么长那么丑？好、哦，就这些了。那每个人都说我中了，啊，是我哎、欸，是我哎、欸，我中了，我中了。不对不对，是我，是我，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。欸、有那么多人啊？那个是我，是我。啊，那个心思是我的心思，是我中了。我的信呢、啊？你没有看到吗？要我拿身份证吗？欸、我跟我爸都中了、欸。好了，我跟我爸、我姐、我弟。随机乱数产生器有没有？有人姓布哦，用这个就对啦。那个是昵称的，昵称从应该是 FB 的 LG 哎，可能就不好笑什么之类的吗？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对啊，有布哎、欸。有布啊，1到249，不是人家都会取什么？
不爱我之类的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先选一个数字哦，先挑一个出来。还他是不要抽我。我们先抽左边这只，抽是不是我？原始库拉多。好了，谁要说按？我按啊！按啊！我按谁？按谁？按到底按哪里？按按按按哦！按按按按九十四号，我中了！九十四号来 ，P T 就是我，就是我，谢谢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谢谢，就是我。九十四号来 P D F 往上啦，九十四号在，谢谢谢谢，下次去台中你给我就可以了，不用寄哦，不用寄，等下直接拿就好了，不用寄哦。九十四号，等下吃拉面给我就好了。九十四号不是名字啊，我知道，因为上面写鱼竿呢。九十四号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你的刻出来啊。九十四号，我贴在 Skype 啊，你们自己看啊。九十四号这个名字啊，我念，不能念啊。为什么？可以念吗？可以念吧。这是昵称，我好不能念。可以啦，可以。四个字。客猜，大家猜，大家猜四个字，然后让你。等一下，第一个字是客，第二个字是什么？你那动作我有点看不清楚。就是肉里面的东西啊。你那个动作我还是看不太清楚，这不是比手画脚吗？我看不太清楚你的动作。在讲什么、啊？有人自己讲出来了啦。啊，客、嗯，好啦，就是客什么就对了，其他客国文，比如说叫客，恭喜客什么的获得。原始古拉多，你说巧克力？他在现场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然后再来要抽巧克力，所以那个人其实是克力巧。原来是我，有车说是我。再来是什么啊？再来是原始盖奥卡。哎，直接抽吗？按，一五八。哎，是我。哇，又是我，两次都是我的，谢谢。编号一五八，都是我下啦。我就说我当初选一五八号嘛。编号一五八，赵，赵什么什么？赵鱼竿呢？四个字啊。赵克力啊。赵克力。赵。赵。你哪来的克？你们。这名字可以打，可以那个吗？可以念吗？到底可不可以念啊？赵飞机。还是要把哪一个字给？好了，我先离开喽。好吧，拜拜拜拜。有人说真的是他哎、欸，对啊，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啦。赵子龙，那我以为09907600啊，真假的？你打出你的那个吗？赵什么？赵正平是啊，赵正平，他是。啊、我可以把豆奖的思绪你不就好了？嗯、啊，对啊，可是他们不知道不确定是不是他，所以我是不是要把第三个字也念出来。那你就说恭喜你没中，什么？你就说赵圈什么？我到时候会去 FB 啊，就是贴，就是打圈圈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赵圈。我先讲这个是赵飞，赵什么玉啊？这样可以吧？赵什么玉？赵圈玉好不好？圈圈的。所以你第二次要圈才可以哦。你如果不是圈的话，那个奖就是我的。啊、当初你妈要把取成一个圈才行，就没了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子啦，一五八号跟九十四跟一五八吧，对不对？好圈力，我先去吧，应该不会同名吧？我同名怎么办？啊，打架啊？不太可能同名吧？我万一同名怎么办？我是没有看到同名啦、啊，不然我用 Excel 然后搜寻这个世界、啊、只能有一共同赵全玉检视，不对，教育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姓赵。那会不会有两个刻骨铭心？他有一个资料啊，然后移除重复啊。赵玉珍，赵玉，没有重复了。别问别人的名字、啊。赵卫玉。对啊，那什么？那我就请他们把私讯我，私讯我什么？叫嘉豪，大家都叫嘉豪。就私讯，就到 Facebook 私讯我。你的基本资料什么？赵卫，不然你先私讯我，再跟你讲我需要什么，我再想办法，我再寄给你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私讯。好啦，那我台先开到这了。台先开到这。有私讯给你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啦。晚上还要再开那个
熊猫太极，熊猫太极，新冠来了哦，拜拜。蔡依林会来吗？你请啊，你请得起的话。就是他代言。拜拜，拜拜，拜。